大家下午好，今天我们要煮的是什么？木薯煎的木薯糕。啊，木薯糕，今天我们要煮木薯糕哦。OK， 我们看一下桌子的食材有什么。因为木薯我去巴萨买的哦，没有那个那种绞好的啦，我就买长形的，就一锅咯，那个长形的，那么中间有一条芯你要拿掉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木薯，我已经剥了，然后切小块，等一下我会拿去绞。然后有糖，有椰浆，有木薯粉，然后这边是椰丝啊，我买的椰丝，这个、然后这边是香兰叶的籽， okay. 就是很简单，就是几样东西你加在一起，然后你去煎就可以了。OK， 啊，现在我要搅这个木薯，可以搅那个木薯哈，对，代表哥吗？对对对。啊，放进去我们的这个火气搅拌机哦，我们的这个家里我们在卖的这个搅拌机哦，很很好用的，非常好用，有买过的大姐都觉得很好用哦，都很棒，非常棒，非常棒啊，她就可以买来试试看，68块，我转前面了哦，啊，你要转紧哦，转紧，啊，你再要转紧哦，哎，你要按下去，你没有按下去。啊，面锁。OK， 这是我们卖的搅拌器哦。啊，谢谢 Line Share 大家，来来来，刚刚按 Line Share 大家。谢谢谢谢。这个搅拌机才68块哦，便宜的。嗯，这个可以绞肉，可以绞鸡肉啊、猪肉啊、鱼肉啊都可以。谢谢分享。你要做 order 的话，你就拿来绞鱼肉。Steam can 可以，哩哩哩。Steam 也是很好吃啊。但是我有做过 steam 的，所以我就做煎的。你要蒸也可以，你要煎的也可以啊，都可以，大家喜欢哈，看你们自己喜欢。你要 steam 的，我们有那个 recipe 在我们的 new secret recipe 里面。我们做过蒸的哈、哦。有做过，可以去里面找哦。Ivy Chua， 我要跟那个 Nicole 姐姐聊。这是好像人家巴沙马拉卖的煎的。你看这样子跟他抛了，他就这样了哦，他就变成这样哦，这样子。Cindy Chong 下午好。等下我们把它倒在碗里面，现在我们要把全部的那些食材放在一起哦。你大概知道每一个放多少吗？我这边木薯有400。400克木薯哈、哦。对。可以来，我们看还有在加什么。椰丝。多少？我放100。100克椰丝哦，400木薯椰丝100。糖你们可以加减啦，我放120。啊，自己看。啊，你不喜欢甜就不要放这样多。啊，我们是放120。喜欢甜就放多一点。OK， 然后跟它搅一搅。然后椰浆，椰浆我买包装的哈，因为我没有去外面，我放100。100椰浆。必有椰香味。啊，椰浆跟它放100。然后这边是香兰汁。半汤匙。两汤匙。两汤匙哦。对，这是飘的。这是飘的哈、哦。这个你们喜欢多少都可以啦，只是颜色啦，啊、看上去有一点颜色，而且有这种香兰的香味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木薯粉。啊，然后这边有两汤匙的木薯粉。啊，两汤匙木薯粉哦。OK， 跟大家讲得很清楚，交代很清楚啊，要放多少，怎么放。等一下我们会写一下那个所以这些材料就是全部哦。食谱会放在那个里面。搅在一起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要放食谱在那个搅均匀，把那些糖哦搅均匀。其实，在家里自己动一动手哦，也是一种运动哦。手有动，口有动，身体有动哦。来来来，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就要动一动。OK， 搅到这个糖溶解了就可以了。OK OK。谢谢赖先生哦，朱丹、依琳啊，谢谢大家赖先生。哦、现在用我们的这个百万锅、哦啊谢谢，放一点点油哦，放一点点油下去。对，给你看百万锅，我们家卖的百万锅哦，这个是88块一个。大家下午好，我就是这样。再放一点，火不要太大哦。好，这样子，我这样子给大家看。一点点，这样子给大家看。哎，这个哈、哦、可以买新的嘛？这个 stand， 它已经坏掉了啊！它已经坏掉，整个后面才坏的，它不紧了。OK，
木薯粉需要加水搅拌吗？不用加水，直接就是全部加在一起就可以了。木薯400克，木薯400克，大小你们喜欢啦，我不要做太大。糖可以放在搅拌机跟木薯一起搅吗？糖啊，如果你搅拌机放下去可以放的话就 OK 了。可以啦，可以。有 wok steamer 吗？有啊，我们的、没有硬性规定，这个没有顶的哦。这个 wok 这个锅还没有啊，多一个锅，那个316的锅才有 steamer。这个是不粘锅、你要那个铁锅、铁锅买的时候有送那个蒸盘哦。OK， 今天是 pan fry 的代表哥哦 ，cake 啊。可以盖住哦，就比较快。咪，你的锅好像很久。OK。你要，那个锅有个锅盖。OK。非常好看。这么快啊？要翻啊？有一边有点熟了，你可以翻了。有点快熟了。OK。你没有看过那个沙拉？没有没有。看很快熟的哦。巴沙马拉有没有买来吃？大家有没有饭了哦？要死，已经叫他们黏了。他们黏了。煎的木薯糕，喜欢吃的刷爱心。它变透明了就熟了。变透明就熟了。喜欢吃的刷爱心，刷爱心。按分享出来 ，Jean Liu， 谢谢你的分享哦，谢谢你的分享。哇，你看，煎的漂不漂亮？大家觉得煎的漂不漂亮？家里有模具，可以放模具。对啊，对，我有一个模具嘞，忘记我买了。大理。我昨天买的放在那里。我们的 oil container 是10块一瓶哈、啊。那个那个 oil container 我们有卖的哦。Pui King， Go Pui King， 下午好，大家下午好，下午好。OK， 我们可以上盘了，跟它拿出来放在盘里面。煎得很漂亮哦。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，剩三片。蛋白好，不要紧啊。好，剩三片。OK。OK， 我们现在拿起来看看，你还要再煎呢、啊？不要了。不要煎了，因为你煎一个要很久，这样子给大家看就好了。好，今天直播短短，有料吗？里面有放椰丝哈、大家。椰丝对。有掺点椰丝哈、大家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今天直播短短又碎碎哈 ，kiss kiss 碎碎啦。OK， 好，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了。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木薯糕 ，OK， 木薯糕用油煎的哈。OK， 拜拜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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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，爱心多多按分享啊，拜拜。